意大岛基拉韦尔火山今年第三度喷发，橘红色的炙热熔岩流不断从火山口喷出，目前当地已经把火山警戒的级别升到警告状态。新闻最后带你一起来看更多资讯，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收看，我是李逸璇，祝您顺心，我们再会。